係即係與眾同樂嗰 type 嘅，應該係，或者我想係，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好笑，咪一齊笑啦，咁樣咯。我諗係同事啦，或者係朋友咯，係啊。可能連登嗰陣時係，嗰陣時仲要高登，嗰陣時話喂佢哋究竟有冇乜腿啊？係啊，有冇話即係咁噶咁樣咯？嗰陣時好想喺節目度答嘅，跟住咧，跟住後屘就好似答咗嘅，跟住後屘剪咗，即係始終有小朋友睇噶嘛呢啲節目。誒，佢唔捨得鬧我，我覺得係。你一定是有個人之處，我個人之處就是一鬧我即刻發脾氣咯。佢發翻你有理由。哼，有冇咯？真係咁啊！即係，哼，跟住走咯。你有試過對住佢都係咁？係啊，跟住走咯，真係走。後屘走咗添啊，你都知啊。係。但不是因為他鬧我，但唔係因為佢鬧我，最主要是即係另外一啲原因啦。但係我真的發脾氣咯，我係唔受得即係氣嗰啲人嚟。你問我哋啲工作人員，我做嘢嗰陣時鬧公司咯，唔搞錯啊，咁都得嘅咁樣咯，我勁鬧喎。因為我點解能夠咁樣，係因為我隨時可以辭職噶嘛。我諗係心態問題。其實呢個世界隨時都可以唔做嘅，但係你覺得冇安全感，跟住哇冇收入點啊？哇我供緊樓點啊？咁你咪唔可以辭職咯？即係我唔供樓，係咪先？我冇小朋友，所以呢個係交換嚟嘅啫。俾人魚咯，俾人魚，因為我次次翻大陸咧，啲人話：咦，你咪嗰個喺度笑嗰、那個粉腸咁樣講。跟住我話：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咁好好笑啊！你嗱，我俾你睇，跟住俾翻我睇。呢個係最有成功感嘅，因為太多啦，基本上翻身大陸，同埋啲人唔識噶嘛。香港不同啊，香港即可能大家有看電視啊，有係咯，即係會認識你噶嘛。但係佢哋係唔識我，淨係睇喂喂嗰人去嗰人去，快啲揾佢咩咁啊？紅 man 咯，我覺得紅 man 因為嗰陣時冇乜拍電影啦，其實有咧有拍電影，但係紅 man 嗰陣時係即係見到好多天王巨星啊，跟住有即陳果導演啦。是學到很多東西，即哇原來這樣也行，這樣也行，這樣也行，還有死人鏡頭不用替身，哇這樣也行，即是以前的女兒啊，這樣，因為為什麼呢？為什麼突然說這件事，就是因為我收到個入圍名單，跟住第二天有報紙出，跟住以前呢啲女兒呢，不是啲女兒啦，即有一其中有一部分啦，跟住 WhatsApp 我係啊，跟住 WhatsApp 我話喂恭喜曬啊，你記唔記得我啊咁樣咯？係啊，即係好尷尬噶嘛，即係人哋結婚你唔會去咁樣噶嘛。係啊，我都諗咗幾晚。即刻。但係問題是我諗完幾晚之後已經遲咗啦，咁人哋會覺得你冇誠意啦，即係唔係秒回嘛咁樣咯。咁我就算啦，都冇用。係。但佢而家仲 keep 住你電話嗰度先好。係啊，咁我冇轉電話。嗱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。由有 2G 網絡開始到而家啦。你嗰陣時畢咗業未？中學？未，梗係未啦。係咯，應該未啦。嗰陣時 Orange 出 ，Orange 都冇咗啦，而家香港 Orange 出嘅。哇！佢 keep 咗廿幾年喎，你個電話。係啊，好彩冇話爭人錢爭好多，跟住要著草嗰啲咯。我諗我係重感情嗰啲友嚟。睇得錯。係啊，即係唔會話喂女係咁噶啦，即係唔會講呢啲嘢。未去到，其實 OK 喎，我覺得。未去到，喂，我到而家都食老本咗，你諗下，即係食老本，即係話你自己個人係點，你就做咩啦，冇一個體系，即係。嗱，你睇郭富城嘅啫，即係正如，即係郭富城啲人話哇嗰陣時啲戲冇而家臨時結案咁好喎，你咪見到好明顯有瓶頸位咯，個瓶頸位就係。你又做郭富城，變咗做嗰個角色，嘣一聲咁咯。個問題係到呢個階段人生係求啲乜嘢？我諗係求自我嘅突破咯。
同埋改進咯，同埋哦，我諗有少少係去檢討啊，開始要，即係以前唔會檢討自己，以前自己啲節目唔睇噶嘛，睇嚟做咩啫？咁好睇好睇，唔好睇唔好睇，而家唔係啊，因為知道你再做嘅機會係未必長期都有噶嘛，可能係最後一次咯。咁你咪要檢討咯，即係睇下如果再做一次係點樣？因為你唔檢討，你唔知道自己可以向邊個方向改，亦都冇前輩喺呢個台度會話俾你聽啦，阿晶咁啊。